Hello， 大家好，我系 Ron， 欢迎你哋翻到呢个 channel。咁呢个频道咧推出咗大概有半年嘅时间，喺前一个星期咧，终于突破咗5000个订阅啦。所以咧，今日呢条片嗰度想同大家分享下我嘅感受啦，同埋咧答谢大家咁多个月以嚟嘅支持。咁大家咧都可能睇过我推出嘅一啲影片，例如评测啊，同埋教学等等。但系咧，可能对于镜头面前嘅我咧，都并唔系太过熟悉嘅。所以今日咧，想藉住呢一次嘅机会，同大家介绍下自己，分享下我嘅背景。例如點解會接觸攝影啊？有咩驅使我開呢個 channel 啊？等等。咁另外咧，亦都會同大家咧分享下今年嘅計劃同埋目標，希望咧同大家一齊去達成。咁去到最後咧，亦都會有一個小嘅 Q&A 環節啦，去解答翻大家對我嘅一啲問題嘅。大家如果唔想錯過咧，記得睇到呢條片嘅最後啦。Hello， 咁我叫做 Ron 啦，我諗呢個大家都知道噶啦。今年咧其實就23歲，職業係一個攝影師。咁开呢个频道嘅最主要目的咧，就系想透过影像嘅方式，将我嘅知识同埋经历咧，同大家分享。咁其实做一个摄影嘅 YouTube channel 咧，一直以嚟都系我嘅梦想嚟嘅。咁好大原因咧，就系受到一班外国嘅摄影师去启发。咁仲记得我几年前喺英国读书嘅时候咧，就喺 IG 同埋 YouTube 呢啲嘅 platform 咧，睇到大量佢哋出嘅作品。咁我当时咧系非常之羡慕佢哋啦，因为可以去到世界上唔同嘅地方去拍摄。咁好彩咧，其實我嗰時讀書嘅時候咧，就比較多時間同埋假期嘅，所以咧我就趁呢一啲嘅空檔咧，學習點樣去操作一部相機啦，同埋咧亦都有去到唔同嘅歐洲國家去進行拍攝。其實一開頭接觸攝影嘅時候咧，我都係影相比較多嘅，但慢慢逐漸就發覺咧，其實單靠一張相咧就並唔能夠將我想講嘅嘢好清晰咁樣表達到出嚟，因為始終影片咧係比相片更加容易表達到我嘅諗法同埋感受啦。所以我去到後期嘅時候就開始學點樣去拍片啦。咁其實點解會咁 specific 想做一個攝影嘅 channel 咧？就係因為咧，我想透過製作每一條嘅影片，去將我嘅諗法同埋審美觀咧，利用鏡頭去表達俾大家，從而咧去影響到更加多人去做某一啲嘅事。其實你縱觀翻 YouTube 入面咧，有好多嘅 channel， 佢哋最主要嘅 focus 咧都係佢哋口講嘅嘢啦，其次先係畫面嘅，反而好少一個 channel 咧係最主要 focus 咧係個畫面嘅質素嗰度。所以就係因為呢一個原因咧，就引發到我好想去做一個畫面質素係高嘅攝影 channel 去俾大家睇。你會見到喺我嘅影片入面咧，都會好著重鏡頭嘅運用啦。我希望咧可以將我攝影嘅專長咧應用喺 YouTube 嗰度，例如我會用唔同嘅鏡頭去組成我嘅影片啦。希望可以帶给大家更加多的角度。另外我在每一条影片和每一个镜头里面都会调色的，希望做到更加有特色。而在剪接方面，你会看到我的影片节奏是比较明快，尽量都会想带出一种清新的感觉去给大家的。我做这个 channel 的其中一个理想，其实就是想影响更加多人去接触摄影，希望大家都可以活在当下，多些用镜头去捕捉这个世界发生的东西，将值得纪念的东西都用镜头去捕捉下来。另外我都希望透过我的影片可以启发到你们去放胆追寻自己的梦想，因为我其实都是受到启发的一个来的。如果当年没有看到我刚才所说的那班外国摄影师的作品的话，可能我而家都仲系一个日日净系识得打机嘅人啦，所以如果我嘅影片咧系令到你想拎起部相机去影嘢嘅话，我希望你可以立即行动啦，因为人生系好短暂嘅啫，所以咧我哋一定要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好啦，咁头先就讲完一大堆关于我啊，同埋关于呢个 channel 嘅嘢啦，咁系时候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呢个 channel 同埋我咧。喺2021年究竟有咩目標同埋計劃？咁首先第一個咧，就係希望可以將我影片嘅產量提高啦。咁我呢個 channel 咧，其實更新得都算慢嘅。咁更新得慢嘅最主要原因咧，就係我希望每一條影片咧都以最高嘅質素同埋最完美咁樣去俾大家睇。所以咧就令到製作嘅時間咧係拖到非常之長。咁到新一年啦，我希望咧喺製作嘅時間同埋影片嘅質素嗰度咧揾到一個平衡，盡量一個月咧俾到3至4條片大家睇。咁第二個目標咧就係希望盡快出到旅遊嘅影片俾大家睇啦。其實大家如果睇過呢個 channel 嘅 banner 咧，除咗評測同埋攝影之外，旅遊都係其中一個呢個 channel 咧會 focus 嘅 topic 嚟嘅。咁但係點解去到呢一刻咧都仲未有呢一個類型嘅影片推出呢？咁其中一個原因咧就當然係因為疫情嘅關係咧冇得去旅行。而第二個原因咧，就係我想我嘅形象咧喺大家面前係更加清晰嘅時候，先推出旅遊影片，咁都可能可以帶俾大家咧一個更加好嘅觀感。因為其實旅遊嘅影片咧，先係呢一個 channel 最主要想做嘅一個題材，所以咧我一定 make sure 咧每一條旅遊影片嘅 quality 咧係最高同埋最完美，先可以推出俾大家睇嘅。咁喺度同大家預告定啦，只要呢個 channel 咧去到10000個訂閱，
我就会推出第一条嘅旅游影片。呢一个系我喺上年年头去嘅一个 trip 啦。咁入边咧有大量精彩嘅画面，无论系航拍或者系相机都好。大家如果想睇嘅话咧，记得到时候唔好错过啦。咁第三个目标咧就系推出更加多关于香港嘅题材啦，例如行山啊，或者系文化等等。咁除咗会同大家出下去之外咧，就当然唔少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啲摄影嘅技巧啦。咁到大家有机会去到嗰个地方嘅时候咧，都知道点样去捕捉嗰个地方最靓嘅一面。而呢一个 project 咧，其实都系进行中噶啦。我相信咧，好快就可以俾到第一条片咧大家睇。到最后咧，就系一个比较长远嘅目标啦。我希望可以推出一个网上嘅教程，去俾大家咧接触摄影。咁自从我开呢个 channel 之后咧，我都收到好多朋友嘅 message， 话佢哋好想去学更加多唔同嘅摄影技巧啦，例如剪接啊、航拍同埋调色等等。所以喺今年入边咧，都想推出一个教程，系涵括晒我头先所讲嘅嗰几种类型啦，去俾大家咧增强摄影嘅能力。而呢几个咧，大概就系我今年嘅方向啦。希望大家咧可以同我去见证呢几件事嘅发生。咁去到最后咧，就系回答翻大家喺 Instagram 上面问我嘅问题啦。咁第一条咧就系问有冇边个 YouTuber 咧你系最欣赏。咁咧我就会答翻一开头 inspire 我嗰几个外国嘅摄影师啦。咁第一个咧就系 Sam Coder， 第二个系叫做 Peter McKinnon， 第三个咧就叫做 Rob Stroke。咁另外一条咧就系问我拍摄嘅时候会用咩摄影嘅器材啦。咁咧我最主要都系会用呢一部嘅 A7S3 啦，同埋航拍嘅话我会用 Mavic Air 2。另外好多时都会用 Stabilizer 啦。咁呢一支咧就系自云推出嘅 VVS。咁之後就有人問點解我皮膚咁白啦，用咩方法去美白？咁呢一個咧就好明顯係串緊我噶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嚟自台灣嘅朋友啦，佢話覺得我 YouTube 上面嘅影片咧都好有質感，好奇咧我平時最主要嘅工作內容係咩？咁我平時咧最主要都係幫啲客户拍片啦，同埋亦都有幫啲公司咧去做一啲宣傳片嘅。咁但係而家都少做咗呢一啲嘅工作啦。因為我最主要都想 focus 翻喺呢一個 channel 嗰度，盡量快啲去 grow up 咗呢個 channel 先。咁之後咧就有人話想呢個頻道咧加個女主角，咁都可以考慮一下嘅。咁另外都有朋友問咧可唔可以約我行山，咁就當然可以啦，但係我平時行山都係幾辛苦嘅，同埋我會用好多時間去影嘢咯。如果你接受到嘅都 OK 嘅。另外咧，亦都有朋友問我係咪嘻嘻啦，咁我可以好清楚咁答你咧，我唔係，所以唔好對我有咩任何嘅幻想啦。咁之後咧，亦都有位朋友問啦，做 YouTube 咧唔容易喎，有咩動力去令你去維持？好意外揾到個 channel 啦，學多咗好多 iPhone 嘅知識，同埋想睇多啲 iPhone 嘅技巧。咁做 YouTube 咧係真係唔容易啊，因為你又要寫稿啊，又要去拍攝啊，又要剪片。咁但係其實頭先都同大家講過。做一個攝影嘅 YouTube channel 咧，一直都係我嘅夢想嚟嘅。我自從俾外國嗰班攝影師啟發咗之後咧，就一直堅持，希望咧可以有一日咧做到佢哋咁樣嘅高度。咁我唔知呢樣嘢會發生啦，但係我都一直會堅持落去嘅。另外，如果你想睇多啲 iPhone 嘅資訊嘅話咧，係冇問題嘅，我一定會繼續做多啲關於 iPhone 嘅內容去分享俾大家睇。咁另外咧，亦都有好多朋友問我會唔會開班教拍片啊，或者係剪片等等。咁呢一個咧，我喺頭先我今年嘅目標嗰度咧都講咗啦。我希望咧今年可以推出一個 online 嘅 course 啦，去俾大家咧增強影片製作嘅能力。咁今條嘅影片咧就大概去到呢一度啦，即係好多謝大家咧咁多個月以嚟嘅支持。如果大家咧想睇到我頭先計劃裏面所講嘅影片咧，就記得一直 follow 呢個頻道啦。好多謝你哋，我哋下條片再見，